间，在言语中浮现，多想拒绝这苦涩的世界，灰色的天空，堕落的霓虹，我站在路口，迎着风雨不再闪躲，孤独的我想离开这生活，只能把脆弱当作是种解脱，伤感的一幕剧中人是我，无法去触摸，只有散场的落寞。有谁能告诉我，你是否爱过我？也许这是结果，却为何如此的冷漠？你是否爱过我？你是否还执着？心痛的感觉，蔓延寂寞的我。却为何如此的冷漠？有谁能告诉我，你是否爱过我？心痛的感觉，蔓延寂寞的我。心痛的感觉，蔓延寂寞的是我不让他干的，你扣他多少钱我给。不容易啊，回来这么多天了，总算跟我说话了。看在小姐的份上，没你的事了，去吧。谢谢老爷，谢谢小姐。等等，有件事早就想告诉你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。阿来已经出院了。真的？他在哪儿？我劝他回来，他不肯。他现在在哪儿？好像在江北那个码头吧。开辆车送他。是。就几样家具啊，要张床。对，东西倒不多，就是个儿大。你给找两个伙计吧。给多少？十个铜板怎么样？行，保证给你挑两个好的。你一个。哎，还有我，我就我，就我，还有我，就我，就我，就我，没你们份。去去去去。阿兰，阿兰兄弟。阿来，想不到阿来少爷也会落到这个地方。一言难尽，不说了。哎，到了，就这。哎，这不是陈子坤那个？对，就是这儿。怎么了？要搬走了？方老板要一个人回乡下去。哟，来了。这不是阿兰少爷吗？
阿来少爷，请喝杯茶。来，谢谢。千万别再叫少爷，有这样少爷吗？啊。车来了吗？搬吧，先搬哪些？不忙。您跟杜老板吵架了？真要是跟他老人家吵架，我还能给别人搬东西吗？早就该别人搬我了。啊，行了，没工夫闲聊，我现在就是一个靠力气吃饭的苦力，赶紧干完活，我还得回码头呢。啊，来。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你怎么就用一只手啊？是啊，你这只手怎么了？好像不大方便嘛。一只手够用了，来，接着来，反正也不沉。行了，走吧。哎，等等，阿来，该给你多少钱呢？不是说好了吗？十个铜板。十个铜板太少了，拿不出手啊！给阿来少爷那是骂他，可是给阿来不够，来给我，走。您的钱，等轮着我再发吧，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。杜老板关照过我，好，来，不难为他，给我。哎，兄弟，谢谢你啊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你说阿兰这是何苦呢？自己就想不开啊，想当初我见他都得排队啊。哼，你怎么来了？没事儿了。我想去看你，可杜云鹤他不让。我知道。你还好吗？我搬到杜公馆去了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反正我到哪都是一个人。阿来，你会不会认为我没出息？当然不是。再怎么说，她也是你妈妈。嗨，我现在连我爸妈长什么样我都记不清楚。请你吃饭。不，我这身衣服跟你在一起挺不合适的。不是那种人吗？不了，太脏了，算了。再说我生气了，走吧。
你为我差点把命都丢了，我得好好犒劳你。那行，走吧。在里边请，里边又干净又宽敞，请。好。这位跟您是一起的。是啊。车夫，哎，伙计，给这位车夫来半斤包子，让他外面吃去。哎，别忘了给我加碗面汤啊。好。别胡说了，他可是我请来的贵客。哟，对不起，请。请。哎呦，这不是阿赖少爷吗？啊，里面请。请。你这么长时间的人啊。请，这行吗？阿赖少爷，刚才真是对不住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多担待啊。行了行了，你能不能别在这儿发火了？都出去！哎，过来，告诉厨房做几样拿手好菜，要快，要做的好吃，不好吃我不付钱，听见了吗？啊、好，去吧。报你满意，你等着。笑什么？嗨，我12岁的时候就跟老爷出来跑码头，每天前呼后拥，把都惯了。你从前的威风，我领教过。假的，什么威风大的，全是假的。在旅馆那天晚上，那么多枪指着我，我突然发现，一旦是老爷翻了脸。我来说，啊，连狗都不如。哟，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？爸，这都是英奇送给您的。爸，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爸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我们都结婚了，他不管你叫爸叫什么？哎，我终于有了女婿了。来，快请坐。哎，请坐。爸，咱们家东西都到哪儿去了？正好有船回老家，我让他们顺便呢把东西带回去了。卖了呢不值钱，送人呢又舍不得。爸，不是说好不走的吗？我们今天来就是想和您商量一下，希望你搬过去和我们一块住。去理工馆？那可不行。家父去世了，家里只剩我和表妹，子怡是嫂子，以后这个家就全靠她了。反正我不让您一个人留下，您要是不去的话，那我和英奇就搬回来住。来，你那手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是不是落下什么毛病了？不好能扛麻袋呢。来，喝酒。那天把我急坏了，烧得直烫手。我怎么叫你都叫不醒，我当时就想，你要是真的死了，那我也不活了。不过老天保佑，幸亏你好了。想不到这辈子我们还能在一起吃饭。咱俩算是共过患难了，我能叫你声阿来哥吗？哎，阿来哥，你那天的样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。哎，走麦城的事儿不提了，
不，当时那么多枪对着你，你害怕吗？你为什么不为自己求饶？我这条命本来就是捡回来的，大不了还给他就是了。可你却为我求情。那当然，我早说过，为你干什么都行。这杯酒我先干为敬。我来，今天我还有件事想求你。有事说，求什么呀？你能搬回来住吗？就为什么？我就你这么一个朋友了。说句老实话，刚才你说回杜公馆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我要是还住在那儿，咱们就能天天见面了，还能天天在一起吃饭，我还可以帮你洗衣服，知道吗？我到你房间去看过了，咱俩的房间离得很近。你要是不想回去，我不会勉强你的。怎么会不想呢？这样的日子，不用说过一辈子，就是过三天，我知足了。可是什么？我不能回去，真的，我不能回去。为什么？人活一口气，我就是因为不想当狗，才到码头当苦力。你想啊，我总不能白天当苦力，晚上回杜公馆当少爷吧？你尝尝这鱼，这是他们招牌菜。好，我宁可见不到你，我也不能让你瞧不起我。你也别光喝酒嘛，多吃点菜。来，不用扶，我没事儿。哎，怎么了？这车真快啊，晃得我头晕。是我不好，应该开慢点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爸，我们进去吧。好，来，走吧。你是？我是丽君呢。哦，范小姐，我还以为是你们家的佣人呢。丽君，你又搞什么花样？哦，我正准备擦地呢。哎，子怡，你带方伯伯去客厅休息吧，我已经把茶泡好了。方伯伯，欢迎你来我们家。丽君，不是说好了吗？家务活一起做的。哎，这种粗活怎么能让客人做呢？丽君，这地挺干净的，就别擦了。方伯伯来我们家，进去陪人家坐。哎，不用。哎，谢谢你，表哥。爸，喂狗。进来坐吧。
茶沏好了。丽君，我来吧。不用不用。哎呀，还是我来吧，丽君。别争了，当心摔坏。这道茶壶很贵重的，是表哥特意从英国带回来送给我的礼物。方伯伯，喝茶。杜老板找我来，不知道有何指教啊？吴先生太客气了，你是留洋的，我只念过一年私塾。书读的太多了，不一定是好事情啊。你的钱也挣得不少啊，那些洋货都堆了半个仓库了。哪里哪里，就是因为卖不出去才堆在那儿的。我是把全部的家当都压在上面，但是上海的商店它有固定的进货渠道，根本就插不进去。不怕杜老板见笑，要是再这么拖下去，只怕是连仓库的租金都付不起了。是啊，能在上海开商场都是有背景的。是是是。谢谢。我在上海呢开了几家小店。哎呦，您的商场要算是小店，那上海滩就没有商店。吴先生如果愿意，我可以把你的货接下来。谢谢杜老板成全，谢谢。先别急着谢，做生意嘛都是讲条件的。我答应，我答应，不管您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，只要您能把货给接下来，那就是救了我一命了。你行。我这辈子见过两个最能喝的女人，一个是你，一个就是杜夫人。嘿嘿，我忘了，杜夫人就是你妈呀。我跟她可不一样，她是交际花，我只跟我喜欢的人喝酒。阿来哥，咱们继续喝。那你肯定也跟他喝过。谁呀？那天我在教堂看见你，你自己走出来还哭了。胡说，谁哭了？我那是为他高兴，我为什么哭啊？哭怕什么呀？你哪天要是嫁给别人了，我也得哭，比你哭的厉害，哇哇大哭。表哥的房间。表哥小时候可淘气了，一到晚上他就爬到我的床上吓唬我。有这回事吗？又胡说了。当然有了，难道我瞎编啊？凤伯伯，这边请。哎，这是您的房间，我带您进去。哦，不用了，我想先看看子怡的房间。哦，方伯伯，这就是子怡的新房，请进。进来吧。好看吗？好，好啊。子怡啊，要是你妈能看见那就好了。我去接个电话，您先坐吧。哎，爸，您要是累了先洗个澡吧。哦，不累不累啊。英奇，我想和爸说几句话。好，我在客厅等你。哎，爸你坐。爸，你还是不肯留下来。
这房子太大了，我住着不踏实。我也是。李公子对你可是真心的，肯定为范小姐，你要当心。不行，我舅舅说过，文件没有看过不能签字。那好，我明天去趟银行。我表现得怎么样？你的岳父大人还满意吧？你刚才说看什么文件？当然是银行的文件呢，投资信贷什么的我也搞不懂。银行的文件为什么要给你看？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，至少现在不想。什么事儿？你正在度蜜月，我不想惹你不高兴。到底什么事情？没那么严肃。舅舅临死之前留下一份遗嘱。遗嘱？什么遗嘱？你别这么看着我，这不是我的意思。我给你去拿。爸爸对你真好。那你呢？你对我好吗？爸爸做的对，这份家产应该归你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和你争的。用不着争，这是我让律师起草的补充文件，只要你肯留在家里，所有的财产同时属于我们俩。什么意思？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也是我最爱的人，我愿意跟你分享我的一切。谢谢。我不值得你对我那么好。我是不该对你好，我应该恨你，可是我做不到。我爸爸要走了。谢谢杜老板，那您就留步吧。你我的事情不要让夫人知道。啊，明白明白。那就恭候贤侄的好消息了。您放心吧，杜老板，我明天就开始办。那好，明天我也跟码头交代一下，把你的货都移到最好的仓库去。租金嘛，就接到今天吧。谢谢谢谢谢谢杜老板。那件事情办成了，该我谢谢你。您太客气了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天天的陪着我。
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又想起他了？我知道我这么做很傻，可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。我也控制不住自己，安琪，就算你爱他一辈子，我也等你一辈子。懒虫哥哥起床啦，太阳都晒屁股啦。晒不着，屁股在下面。聪明。煮粥了吗？煮啦，还有两个鸡蛋。洗脸了吗？洗了啊，你看多干净啊。我看。脏了，洗去。你怎么不吃啊？我想看你吃。我这样样子好看吧？不好看。吃饭是应该不发出声音的。那不好看你还要看？我就是想看嘛。看吧。这。你气色不太好，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昨晚和阿来在一起喝酒，可能喝太多了。你们喝酒了？是不是有点喜欢他了？我也说不清，他跟以前好像不太一样了。我知道，可是他坚持不了多久的。为什么？杜云鹤不会放过他的，这是他们道上的规矩。他在阿来的身上下的本钱太大了，他必须要收回来。要是阿来不愿意呢？你对这种人太不了解了，一旦沾上了，一辈子都甩不掉。我不就是这样吗？阿坤后来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？我还想问你呢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。你别说，时间长了，
有时候还怪想他的。哎，是个好孩子。哎，你看，那不是阿来吗？是他。哎，这就是上海滩呐，一会儿天上，一会儿地下，谁说得准呢？回去吧，不用送了，又不是出远门。你就让我跟你去吧，我求求你了。求我也没有用，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各干各的。再说，我一个人去走得快，中午就回来了。哎，到时候你可别让我饿肚子啊。可是现在离中午还早呢。那你就使劲干活吧，一忙起来时间就过得快了。那你早点回来。知道了。叔叔吧，算了，您从来不数我的风景，我也不数您的钱。做买卖的要像咱们俩这么仁义，那就好喽。是我走运，遇上像您这么好心的人。这话就见外了，以后老弟飞黄腾达的时候别忘了我就成啊。我的风景倒是能飞起来，我就算了，不打了，我走了。哎哎哎，等等等等。哎呀，我还有事跟你商量呢。坐坐坐，坐下、哦。什么事儿？坐下再说吧。哎，看场。哎，别麻烦了，我还得赶紧回去呢。嗯，是不是怕太太等得急了？他一个人在家，我不放心。放心吧，绝对出不了事儿。就是吃了豹子胆，也没人敢。啊，来来来，哎，抽个烟。我不抽，我不抽。您到底有什么事儿？当然是好事了。你这个风筝呐。被上海的一家大老板看上了。上海？没想到吧，人家要的货多，想请你到上海开厂子，雇一帮人啊专门做风筝，到时候啊你挣的可就不是铜板了，而是白花花的大洋了。我不去。为什么？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大肉包子。我挣的钱够花了。老弟，你听清楚了，是上海滩。人家都说上海滩是遍地金子。你别听他们瞎说，我在上海滩十几年，走在马路上，别说金子，哼，连块铜板我也没见过呀。你是从上海来的？那当然，我可是老上海了。不像，不像。怎么不像？上海滩什么地方我没去过？你要真从上海来，能看上我们这个穷地方？哎，老板，您这就不懂了吧？啊，这叫萝卜青菜各有所爱。我的小妹妹啊，就图这块清净。哦，哎，听说上海滩到晚上啊，要比白天亮，是不是？啊，有些地方是的，那种灯啊叫霓虹灯，什么颜色都有，晚上点亮了，把整条街啊照得比白天还亮呢。是吗？哦，还有数也数不清的汽车，一辆接着一辆。灯全亮着，那灯啊才叫亮呢。哎，要是放到这块，从这儿呢就能一直照到那边竹林去。真的？那当然。哦，你们见过外国人没有？没有。这上海滩呀、啊、外国人可多了。这外国人分成白人和黑人两种，这白人白的吧就跟窗户纸似的，黑人黑的就像锅底。啊，去去去，
别理他，这傻小子连县城都没去过。您接着说，接着说啊。你们知道上海滩什么最好玩吗？什么？那就算看电影了。电影？对，就算看电影。那些马都从国外进来的。老板，你的菜来了。哦，那放到桌上。哎，阿宽，哎，咱们边吃边聊，怎么样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哟，真香啊！我还真饿了。那就多吃点啊。哟，几点了？12:30，正是吃饭的时候。走。哎，阿宽，这菜刚上桌，您跑什么呢？坏了坏了，他肯定急死了。哎，阿宽，哎呀，这上海的事怎么办呢？人家还等着回话。你跟他们说不行，我现在不想回上海。哎呀，老弟啊，你也不能在荒郊野地住一辈子吧？啊，我也听出来了，你是心疼你太太，怕她不愿意走，是吧？可你也给自个留条后路啊。后路？什么后路？你看，这天上掉肉包子时，不是天天都有。万一他哪天新鲜劲一过，要回上海，你拿什么养活他？啊，哎，这样吧，你回去给他商量商量，我等你的消息。啊，好吧。你们也该回来了吧？熟悉的容颜在看。